Yo， 大家好，我小猪，欢迎来到小猪808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带着我的两把琴，我的 Fender， 还有我这把 PRS。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去一间吉他工作室，叫二犬吉他。那二犬吉他老板呢，是我一个算老朋友了，我跟他认识应该有15-20年了吧，叫小杰。那我最近的琴都是请他整理的，对，请他帮我调整，因为我蛮喜欢他帮我调整的那个手感。那他自己也是以前玩乐团的，弹得非常非常好，所以我觉得他在setting 这方面真的蛮有他的一套的。这把 Fender 呢，就是在浩哥那演唱会算使用率极高的一把琴，然后平常也都弹这把 Fender 嘛，然后就现在状况我觉得不是算非常好，毕竟他这样飞来飞去干干湿湿的，然后温度一下高一下低，那它对琴颈啊什么的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。对，所以今天来找小杰，我这把 Fender 主要做一个大保养嘛，然后看能不能把它调整到一个更好的状态这样。那这把 PS 呢，它是我买二手的，然后我自己有稍微做过一点调整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差强人意，所以今天想请那个小姐帮我整个重新设定。然后我最近有试到一包选很屌，一个店家选是 Rotosound 的 R10，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用过，但是那时候不太喜欢，因为它蛮容易锈的，然后又怎么讲，手感也不是太好。那我最近又一直在试选嘛，试大概不知道几个牌子，然后反正总共试了10包就对了，里面我是最喜欢那个 Rotosound。 那今天也想用就是 Rotosound 来设定这两把琴这样。对 ，OK， 那我现在抵达那个二犬这边呢，它外面呢是鹿色木器，这个 Inu Guitar 就是二犬吉他，是位于台北市的天母。带这一把，那就变成我们帮他带就好了。这位是我的老朋友，叫 GP， 然后也是我的冲浪前辈，他也是那个录音现场，我高中的时候玩团的朋友。你干嘛？来花钱。我调吉他。对啊，你自己的吗？我自己的，两把。哪个先？先这把好了。这个是 PS， 那刚刚买的是不是？这个是对啊，二手的了。但我也是新购卡。可是你这是旧的。我这是旧的，我这是有点雾化了。我这个是2002的，老的好啊。对啊。没有，可是老的会有这个问题啊。你说白话，对，连它的底漆的工序不太一样。跟现在工序不太一样，是哦。所以后来他们就改，因为很多人来靠北，他们来了，开始大整理了。这把还有旧吗，小杰哥？有啦。所以你都会先把那个 Fret 先抛过。对，这样的话你在弹琴的时候比较不会阻力哦。对，然后而且它的声音传导会比较完整。你现在上这个是纸板的。纸板油，对对。现在到什么步骤？现在要帮你做一个漆面的防护，可以减少水汽的渗入。哦，这蛮关键的。哎呦，超级急速哦！现在没有到急速，现场比较可怕。你坐在现场的时候，对，那哇，压力好大。请你有一点点翻转，翻转什么意思？哦，真的假的？有点。哦，谢 man。哎呦，感觉状况好。一点点。所以你通常都是边弹边调。对，因为每个 fret 的状况会不一样。哦。对，然后再就是可能每个把位的声音也不一样。对。所以你不会用量的方式去调整，因为量只有这边准啊，其他可能不准啊。哦，对啊。那你要每个量吗？那你还不用弹的。好像还可以。哎呦，你还是会弹一些扣嘛，对不对？扣会。
对，还是有点公差。它有点怎么样？还是有点公差，小事小事。公差啊、哦？对。哦，小事。因为你都不讲话，我很紧张啊。就稍微修一下。就修一下下。哦。不愧是那个人称北北基 Zegwell。哎，可是你这把真的不像现在的 PS， 很不像哦。对啊，真的有那个早期 PS 的味道。我以前弹 Rush 的也是这种感觉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看有差哎、欸，而且不那么轰。对，这个低音保留。调情就调情，为什么要弹的嘛？你最近要飞吗？下礼拜去长春。好好，对啊。因为像这种比较贵的琴都很难改。哦。对啊，反而是那种便宜琴都不太会有什么问题。欸、可是像这种啊，它如果内壳这边啊，它是有上漆的，是不是会比较好？对，可是。像他们原厂 的 Relic 啊，应该不会上到底漆，因为其实这种东西是，他们会先上底漆嘛，然后再色漆、透明漆，对，严格上讲是这三个总成，对，那当然它中间还有一些程序，可是我说总成来讲的话是这三个总成，哦，那通常我们在譬如说正常人在使用的时候，对，敲啊干嘛，对，其实不太会敲到底漆，哦，最多就是色漆掉了。可是底漆会还是会咬在里面哦。可是假设你是人工的去做 Relic 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把底漆给泡掉哦。那湿气就进去哦。了解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自己很不喜欢 Relic 的琴哦。对，因为风险比较大。了解。如果江老师还满意吗？我这把就是想买 BX。你弹我的就好了。很赞。这跟现在的 PR 真的弹起来不一样，你真的有一种结合 Fender 跟 Gibson 的感觉，对啊，没错，都可以，真的，对啊，现在的 PR 就比较比我觉得他们比较像欧洲琴，哦，就是比较像精品，比较细致的声音 ，Me Huber 那种，对，哇，这有点超爆哎，这真的被超爆了，超屌啊，真的超爆了。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Sonic Blue， 我记得原本不是长这样，那超爆，超帅，很爽啊！漆都裂了，好屌！你这个是什么琴？是 Custom Shop 还是什么？这个是Custom Shop 的 Master Design， Master Design， 可是还是算听算它算听 Build 嘛？听它听 Build， 它不是，所以是 Master Build 在下一节，对，下一节。对哦 ，Master View 是最高的 ，Master View 最高，然后再来就是随着你的 Master Design Team Build 这样。对，他这个是 John English 的 Master Design， 哦，又是 John English， 然后 John English 也是 Master View 里面的人不是吗？对，然后我有谈过他的 Master View， 哇，太屌了，真的、哦。但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 Limited Edition 的里面的算很不错的，我自己的经验是。跟制琴师无关，就是这个制琴师他的琴
也有好，也有适合自己跟不适合自己的、啊哦。对，是在看起。像那个，我蛮喜欢一个那个什么 Jason Smith。哦 ，Jason Smith 哦。但是，可是他是比较属于比较年轻一挂的思想。对，對我弹过两把很屌，但是我弹过另外五六把就觉得，好像还好。对，然后都同一个执行师。对。有时候他们每一批来的料也不一样啊。嗯，我觉得那也有关系，所以其实也是要挑。嗯，现在好的木头都到造船厂去了。啊？到哪里？造船厂啊。造船厂就是那种做游艇的、啊。他们的好的木头。对啊，真的，因为他们是大宗啊，所以木材厂理论上是把那些木头都先送到那边。价钱比卖给其他厂好、哦。对，你看他们那个仪表板是他10A 枫木哎。真的是、啊，对啊，你可以上网找啊，你看他们仪表板上面很可怕、啊。你是会自己锁吗？哎、欸，嗯，不会。我手这里是有学问的，对，不能太紧。哦，对，虽然有过人说紧的声音会比较好，对，不能太紧，不能太紧，不能太紧。你目前使用这把，你的感觉是怎样？感觉是怎样哦？就是好弹是好弹，可是就觉得好像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从低把位，我突然要弹到高把位的时候，我会觉得那个它的张力好像会让我有点。会让我有点失误，不顺，就有点不顺。比如一二三弦好了，第二弦最好弹，可一三弦就弹起来怎么好像就是怪怪，嗯，怪怪的。现在你的上面你不会觉得现在有点太 smooth 了吗？比较没有败，对不对？对。调琴就调琴，为什么要弹奏音琴？对。Namaste。比较喜欢的弦距啦，你可以试一下。可是 only for 这把哦、喔，每把弦都有差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我算我最喜欢的弦距。
这样子。OK， 这两把琴呢，我的 PIS 还有我的 Fender 已经都各演出过两次了。然后他们的状态真的非常不错。一开始给那个小杰刚调整完的时候，其实还有点不太习惯，就是他是到一个新的一个状态，然后他整个弹起来就是有一种好像还没被 run 开的感觉。然后他整把琴呢，你把它弹温，弹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，会发现诶，他的震动好像越来越好这样子。那我觉得 PIS 其实差非常非常多，因为他还帮我调整了那个 pickup 的磁柱啊等等，对，真的差蛮多的。那我这阵子呢，给几个很厉害的，就是技师调整过吉他，比如说李荣浩的技师，然后小杰哥之类的。那我觉得他们的共通点就是他们的吉他都弹得非常非常的好，虽然说风格有点不太一样啊，但是他们真的在对于吉他的敏感度啊，还有弹奏上，他们都很有他们自己的一套，然后他们也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把吉他调整到那个 player 喜欢的样子。比如说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有点 blues 的手感，稍微高一点点，然后比较有点跟那个弦有点 fighting 的感觉，但是他又很容易可以做表情。那有些人就喜欢调比较贴，那我觉得对于尤其是技师，他对于吉他敏感度很高，然后他自己弹奏技巧也很好的话，他就可以很容易去帮我们做这个调整。那我真的蛮推荐大家，就是可以定期啦，定期调整好你的吉他，保养你的吉他，让吉他一直保持在最好的状态。那久而久之，它定型之后，你的吉他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器。OK，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喽。那之后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，比如说吉他的调整啊，还有比如说怎么样选择吉他的 pickup， 还有木吉他的调整，木吉他用的弦啊等等。OK， 敬请期待喽，下回见，拜拜。